妈，我出去一趟。哎，你早点回来啊！哎，好嘞。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不知道，他们都说您在风海。我想起来，你以前带我来过这儿，我就想来碰碰看。你倒记得挺清楚的啊。这几天和调查组打得火热吧？哦，没有，我没有和调查组接触过。他们没有找你谈过话？找过，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行了，我知道了。看把你吓成这样，坐吧。有人跟踪你吗？还有人跟踪，我就先去了美容院，在里面待了四五个小时。你倒还挺机灵。说吧。找我干什么？我是不是为了余墨？您怎么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满世界乱跑啊？滕总，一直以来您最了解我了，我求求你告诉我，小墨到底在哪儿呢？文文，其实我这次来是来自首的。我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你不能自首，你有没有为自己想一想？虽然你们什么都没有和我说过，也没有告诉过我什么，可是我能够感觉得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自首就可以轻易解脱的。我知道你现在很苦，可是你至少还活着，至少还有自由。我知道你承受了太重的负担，太多的压力，我会一直和你扛下去的。你找他有什么事吗？现在外面这么危险，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无依无靠，他一定会出事的。你说的对。那滕总，你就救救他吧。可惜，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可是滕总，当初也是您指示我把小墨藏到我家的呀。小琴，你真以为我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能耐，能遥控他的一举一动吗？您可以的，不然他们怎么会对您一点办法都没有呢？我求求你，滕总，帮帮我吧！小墨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走，去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求求你，滕总。小琴，你就不担心我被抓住？你和小墨不一样，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其实我也很害怕。这些年来，和我接触最多、最亲密的，除了我妈妈、小墨，就是您了。您不在的时候，我天天为您烧香，求菩萨保佑您平安无事。我真的不敢想象，没有您，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王文，我不能告诉你。你爸爸说的对，现在只有你才是干干净净的。
不能害了你。其实我今天不该来，我该安安静静的去找萧阿姨，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错害了大家，牵连了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应该马上去，早一分钟去，就可以早一分钟解脱，也可以让大家早一分钟摆脱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想你们。我特想你。我控制不住的想你。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在去自首之前。能够来看你一眼，哪怕是偷偷的看你一眼，我觉得我很自私，我从来都没有为你考虑过，着想过。对不起。你真的想知道？好吧。那我告诉你，我已经把小莫安排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你尽管放心吧。什么地方？知道这个地方的人越少，他越安全。我明白了，但是……你还不相信我？我信，我信。谢谢你。站住！你要到哪儿去啊？我回去了。你哪儿也不许去。为什么？你走了，我还安全吗？对不起，请原谅我。婉婉。我要走了。不，你不要走。从来就没有害怕承担过这一切。不管你是无辜的也好，真的有罪也好，在我心里，你就是榆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不要把我抛弃在你的世界之外，我不想听到那些保护我、安慰我。说的我都明白，我都懂。那你就不要走。小莫，如果你打算自首，或者是永远这样逃下去，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只想求你一件事，告诉我，把一切从头到尾的告诉我，然后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一块儿去。不，我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文文，我还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支持。你已经决定了，我尊重你的选择。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自首，我陪你去，
同志们，科克公司集资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工作能力和意志力的一次巨大的考验。以藤林为首的犯罪嫌疑人，其作案程度之老道和检察机关周旋的耐性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从而丧失了信心，给藤林等人以可乘之机。前一阶段我们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可靠情报以及我们自己掌握的情况，对余墨和藤岭进行了两次有目标的搜索，可是由于我们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所以有一些同志对他们俩的动向产生了怀疑。我们在全国范围发布通缉令，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怀疑他们已经逃离本市，而是给他们施压，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有一点我从来没有动摇，就是余墨和藤岭还在凤海。文文，文文，文文，该起来了，都几点了啊？爸，我在这儿呢。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做运动呢。运动？你就穿这一身衣服运动？好，那我也运动运动啊。哎，爸，你就别运动了吧。这机器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那咱们俩一块运动，啊？哎，爸，嗯，你做早饭，嘿嘿，你做早饭去，好吧？哎，走走走，走，做饭去，做饭去，走走走。哎哎哎，爸，你往哪走啊？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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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把杯子取一下。哎，我会给你拿的嘛，你先下去，你先下去。文文，随便吃一点啊。不吃了。哎，怎么能不吃早点呢？这个习惯可不好啊啊。我来不及了，我们走吧，我和你一起走。爸爸早上呀要写一个报告，10点钟呢去参加一个现场报告会议，要不你先走啊。嗯，都好久没有搭你车了，难得开一次口，你都不给我这个面子。文文，爸爸今天啊，真的有事啊，来。爸，嗯，你呢？先送我去学校，然后顺路去办公室，不是一样的吗？走了，嗯。明天，明天爸爸一定送你，好吗？好，爸爸送你。爸爸万岁，爸爸最好了，走了走了走了。去把我衣服给我取一下。啊。嘿嘿嘿。
走了，再见。好，再见。先把车停在路边。走吴永路，抄小路回家啊。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打电话的。小莫，我知道你在我们家。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去报警了。你去报警好了，反正你也摆脱不了任何干系。小莫，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就来了，可是文文一直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没有单独和你谈话的机会。文文可能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说话的时间不多了，齐叔叔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你是出来和齐叔叔见见面呢，还是就这么隔山跨海的说话？齐叔叔不强迫你。小莫，你在外面这些天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你瘦了。小莫，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一直当你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说，可是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为家庭，为了你的爸爸，为了文文，多考虑考虑。
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来。萧简，你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我这哪是起得早啊，这些天老有些怪念头，弄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萧简，我知道这些天你也想得很多，为了办这个案子你也操了不少的心，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谢谢小兰，为了能让我自己放心，你现在陪我去个地方好吗？什么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取点东西。曲叔叔，你说的我都已经想过了。就在我在外面的这段时间里，我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如果说我当初走是为了害怕面对后果，逃避责任，那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要弥补以往的一切过失。我要自首。自首？是的，我要去找肖阿姨，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这些祸都是我闯的，我必须得面对所有的后果。不过曲叔叔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牵连你，还有牵连我爸爸。小莫，曲叔叔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也处理过很多的事情，唯独在你这件事情上，从感情上来说真的很为难。哎，小兰，快走啊。曲叔叔，我知道你很为难，包括我爸、肖阿姨还有文文，所有被我牵连进来的人都很为难。可是你们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听爸爸说过你们在内蒙插队的事情，我以为那个时候你们过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可是现在当我跑出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苦。那是一种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日子，我觉得我不像人。我甚至想过死，你知道吗？我甚至想过死。口口声声跟我说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可是你从来都没有为我考虑过，为我着想过。小姐，我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你不要再问了，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依据，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们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现在仍然享有一个市长应该享有的荣誉，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我亡命天涯作为代价的。文文，你先下去。为什么？我只想跟小莫单独谈一谈。你要和小莫谈什么？文文，你就不要再问了。
我不希望这些事情跟你有任何牵连。不，爸爸，你不要怪小莫，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他说，这都是为了我好。可是你们知道吗？从你们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爸爸。这件事，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你永远是我最亲的爸爸。小莫，永远是我最爱的未婚夫。文文，爸，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道，我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保护好小莫。我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小莫，我们走，我们现在就去自首。文文，你站住！爸，你会害死小莫的。文文，你懂什么呀你？我不要你管。你是说你自己家里吗？不会吧，我看你啊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有点想家吧。小莫，也给我听着，你妈妈是为了你急死的，我和你爸都是为了救你被牵扯进来的。其实我和你爸爸都明白，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我老是想起你妈妈临终前对我的嘱托，我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喂，徐市长吗？我是苏小兰。对，你看，我们肖姐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们现在正好路过这儿，她可能要回家看一看。你要是在家的话呀，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呀。好。文文，小莫，你们给我听清楚吧，现在检察院还有你妈妈正在赶往我们家的路上，该怎么办你们自己决定。小兰，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小姐，你看看，你难得回家一趟，不让徐市长准备一下，这有什么错吗？
我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纪律。你明明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要置纪律于不顾？你刚才这么做等于是泄密。你刚才不是还在说是你自己的感觉吗？怎么又变成行动了呢？既然是你的感觉，这又怎么谈得上是我泄密呢？走，我不想死。你逃不掉的，去死小莫！小莫，文墨，文墨，小莫，我尊重你的选择，你记住一个电话，8405-0248，有事的时候打这个电话。我知道了。你怎么回来了？哎，是不是取东西啊？嗯，不。哎，文文啊，你妈妈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啊，中午帮你妈妈做的饭。不用了，小莫来过吗？小莫。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小莫是通缉犯，怎么能到我们家来呢？文文，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真不明白，你是怀疑我呢，还是怀疑文文啊？啊，我上午呢还有一个现场会议，小兰，你坐啊。小兰，你留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小莫？为了破案。不，一方面是为了破案，可另一方面，我是为了保护小莫。保护他？你有没有想过小莫现在的处境？他在外边已经这么久，不论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压力都会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我们现在有他回来的消息，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找到他的时机。你是说，怕小莫压力太大，会想到自杀？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可是我最担心的
还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我担心有人会对他下手，所以他在外边多一天，遇到的麻烦就会多一分。你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检察官，这个道理你难道都不明白吗？小兰，像今天这种事情你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你应该是明白的，可你今天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你自己应该清楚，回去以后你好好反省一下吧。小兰，这次行动最让我痛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当了这么多年的检察官，有一个关口你始终没有过去，情与法我们该如何选择？怎么是你呀？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大白天的你过来不方便，晚上再说吧。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您说的是于墨吗？他说什么？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文文，你要去哪儿啊？我要自首。是我，徐立维。啊，徐副市长。余墨扛不住了，他要自首。你一定要把他看住。我明白了。